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的节操问题，而第二支问题那下午的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为您带来的战争雷霆。哎，怎么好像感觉背景音有点小啊？不小不小不小。这你妈一点都不小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外面这些 QQ 往上一伸，它就弄到了，我就把最小化。好好，最小了，最小了。那现在应该不影响。我靠，别干我啊，我好怕的。哎，叶儿突然降低，16，我来干你来啦！哎，不好弄。这又是个啥？哎呀，运气那么好的，刚好送到我嘴边，喷火日他！你妹！跟我玩，哎呀，运气那么好，什么人品呢今天？哎，受不了了，等那么多人去追他，我还是打这个吧。啊，我还是忍不住想打这个。Oh yeah！无伤两连肩，看哥屌不屌，屌来飞起，我靠，那个16还没被干下来呢。我想来帮他一下，哎呦，他们那些雅克什么都过来了，我好怕呀。啊，但是我们这边也有个拉五过来，那还行那还行。呀，我靠，绕不过他。我还是飞到这些队友堆里头来啊，安全一点。有，哎，要干我是吧？干我呀！干不到了吧？你自己钻进来要被人干了吧？说不定还要被我干，是不是啊？打群架才是真理呀！哦，手机又交换了，我看了一眼，给他塞回去。我靠，这里有那么多防空炮。他不怕被干吗？他还要去干一下防空炮。
死了。耶耶，你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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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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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呀，开不了炮了，没子弹了。他这个全是机炮，我先飞高一点。啊，队友把他干死了。他从中间射出来啊，可以中出，你看屌不屌？哟，他被干的到处跑呀。好，我看看干谁。这边他们的人有点多啊，我比较怕心里头。哎呀呀，这个诱惑不能抵挡。哥又干死一个，屌不屌？呀呀！不要吓我！呀！哎呀！老夫一世英名，这样就毁了。机尾被他干裂了。我看一下啊，这些飞机都是用的什么？37毫米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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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哎，我靠，应该用反装甲锻炼，是不是穿透更高？来嘛 ，B25，看我不干死你！啊，但是他那个机炮口径虽然大，但只有30发，机枪也只有200发。啊，队友把他弄死。这边要小心，他们人还是有点多。哎，叶二，我靠，能追得上吗？你说他要是被防空炮打下来，那是不是就神作了？有点难搞啊，高度很高，不一定弄得到的。啊，被队友干死了。啊，这里又有个叶儿。但是要小心这个萤火虫。干嘛，萤火虫？你要干我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并没有对准我。
一点点的把高度拉起来了。哎，啊，他们机场没了，笑了呀。那这个他们没救了。呵，我现在爬上来，你怕不怕？靠，这哥们动力那么足。我只有趁他掉头的时候才能追上他，他现在肯定是想去炸咱们机场的。机场损血了。哎，为什么我们掉分那么快啊？是不是？我靠，我们机场不是给他们炸了吗？啊，一帮人都追上来了，漂亮，最终还是追死他。喷火你好，敢跟我决一死战吗？那我也是四连歼好吗？哥还有回击，妈呀，对地的呢。现在他们这边人也不多了，你看我们都杀到他们这什么地方附近来了都。黑暗，我操，他们好多炸逼，怪不得咱们掉分那么快。把他给你撞掉，大不了我也不会让你来炸我们基地的啊，这个是默认的。哎，他们不是还有吗？难不成飞上去了一接？已经被队友跟上，那剩下就好办。来，来呀、啊！哎呦我操，不好瞄，不好瞄！哎呀，不要跟队友撞。
哎呀！好，拿了个助攻。走，填地板，填地板。靠，给点力啊！啊啊啊！毛驴把我飞行员打晕掉了，还只有最后一个了。这个只有12.7了，哦，也还有机炮的，那还好，那还好。明明我们有机场啊。我可以返回基地了，我要回去啊。哎，我了个去啊。啊，不过这把倒是打到不少东西。哦，我突然又想打这些东西了，各个击破是什么鬼？哎，来一把，来一把。啊，野马，啊，野马，炮，啊，炮，看见没？炮。说我能把他们给打下来，他们似乎是跟着我飞的，你看，那我就不可能对准他们啊。这好，他们是无敌的啊！对于友军的火力来讲，这也是不能连射那么久啊。看他不是当时不是有个那个红圈吗？也不能连射太久。哎，那几个逗逼呢？我操！为什么让我顶前面？2022是个什么鬼？接下来就是要我一个一个干咯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，啊，他叫霹雳。好，爆掉一个。其他人呢？那三个货也是在里头各种浪，来吧，
哇，这里面好静音啊，我靠！哎呦，不要开座舱视野，打不准。啊，是新视野窄，座舱视野应该打得更准才对。你还打我队友？哎，球不要这么屌！哎呀哎呀，没子弹！没事，跟着他就对了。哎，怎么还有蓝色的点出现了？难道我们还有友军？看起来好像是啊！哇哇哇哇哇！就你们这样操都操不下来啊！操下来了！咱们生物后面有东西啊！真的有东西！够了啊！够了够了！哎呦！差点就挂肉了。呵呵，球干不到我，球干不到我，耶！哎，你个智障！啊，又搞定了！哎呀，队友那么屌，谁飞过去了？哟，这 AI 真会绕呀！我操，差点撞了！这样是不是一直都追不到他呀？哎，你爷爷！哦，我靠！我还是换个目标吧，比如说这个。呵呵，要干我啊！降低一下速度。哎，你够了啊！还好都是些 AI， 智商比较低。漂亮。哎，敌军的数量未免也太多了点吧。谁嘛？
暴雪转向真慢。好吧，突然又不想玩战役了。感觉他这里面很多战役其实做的并不太好。然后我看一下当时德国的，我又把它换成啊，我们可以去打一下陆战。靠，进来这么快。顺带我来现在看一下我的微信，里面好多东西。嗯，看到个妹子，来来来，先开这个吧。哎，还有旋风防空炮。哎，怎么那么像毛子车呀？我点的是元首系啊。啊 ，M6A1。谁嘛？那还有机枪，按空格就是机枪。难不成那以后还要出士兵吗？不然拿机枪来干嘛？可以把树都射倒啊，但机枪也要换子弹。小心小心，有东西了。靠，那么小。你确定这能弄？换个炮弹走。要预判，要预判。哎呀，这预判功力不行呐。我靠我靠我靠。弄不到啊，难不成超射程啊？好，队友把他干。还是放开 AP。 耶耶，打不到，在后面。站 A 点呐、啊！啊、哦，他们对面也是在对 A 点发起一些轰炸。哎，这个机枪可以用来打飞机吗？哇，快看老虎啊！